贴近港铁站，兼有开扬景观，加上方正实用的间隔，是上水居屋郁步苑的优点。郁步苑建有八座，合共提供约1200多伙，为旧十字型设计，清一色提供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为546平方尺，厨房有空间摆放洗衣机和晾晒衣物，迎合家庭客的需要。整个屋苑被百和路分为两个不相连的部分， A 至 D 座位于彩园广场隔离，较近港铁站，景观望铁路站或者彩园村。 E 至 H 座和几间学校相邻，景观比较开扬，部分向东的中高层户可以远眺北区公园的翠绿景致。郁步苑建于港铁上水站旁边，屋苑附近亦有多条巴士小巴路线途经，一个铁路站即达罗湖口岸或者落马洲口岸，对于经常往来内地的人士极为方便。另外，郁步苑周边的配套齐全，除了彩园广场，还有上水广场、新都广场和上水中心等购物中心，消闲购物方便舒适。